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哎，我还不想。为什么？我是有哪里做得不够好？我很喜欢你，真的。可是我们都还只是高中生而已，如果不小心怀孕了怎么办？哎呦，保险它又不是百分之百避孕的，而且如果发生了，我会担心改变我们的相处方式啊。如果你变冷淡了怎么办？如果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出去呢？这些都会让我很不安的。除了这些事情之外，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完成的啊。像是你不是想要当乐团的主唱，上大学之后想要到处表演，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参加乐艺社，一起练习，一起进步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其实你说你还没准备好，就已经是最好的理由了。我就知道你会尊重我的，那我跟你分享。